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，我是汪婷之。Central 嘱托2021财政年第三个季度净利按年上扬2.96%，首九个月的净利达到6170万令吉，符合马银行投行研究的预期，但超出市场预测，分别达到全年预测的76%和85%。行家维持今明后财政年的净利预测不变，主要得益于大部分办公楼资产的稳定出租率。与此同时，2021财政年到期的租赁续约率目前有81%，而第二季的续约率则是73%。行家乐观看待 Central 嘱托的中长期前景，主要有长期租约的支撑，预计将提供稳定的租金收入，而且回收率更是高达7.2%，相当的诱人。行家维持买入评级和宜令级23线的目标价不变。